在录着呢。你就是开箱，你看是不是坏的就行。大板砖，嗯，可以，往前呢。我操，这么重！我想象中要，想象中要重得多。还有没有很？你把头拿开，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，你擦一下。主要是屏幕吧，屏幕好就行。确定好再开机。没事。这东西只要你开了机，不一定能退了。看不开呢，需要插电才能开。联想的需要插电。今年高考。你这不知道开机是不是新机呀、刚才按的时候没有开，没啥问题。刚才就是它这个就是不插电是开不了机的，怕的是忽然开了之后啊，这不是，我以为开了之后直接显示桌面。啊，不会。为什么湿度还越来越高呢？开着门呢。嗯。开着门，外头太吵呗。11。